那说明盖子也有问题。上次他们是说，这地震的时候，地震的时候就是说不好的。那那个地震那个就有问题，地震那个估计是不塌了，就是说和谁都什么都。问题不是，先说那个压的就是看，不行了的会走的非常快，对吧？不练一下嘛，前面速度的话，再给你想办法。给你有，没有，没发，是吧？